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你能给我讲讲吗？我没法告诉你。那是谁让你来的呢？没有人。最近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。你是不是有点担心？某种程度上，是的。有些破坏一旦发生，似乎就无法复原了。告诉我，你现在脑海中想到的五样东西是什么？或许是和童年相关的一些事情。